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么此时此刻呢，我现在就位于 Crip City 的现场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在我身后呢，他们现在已经排满了队。我这一次呢，是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参加这一次的 Crip City， 因为摆摊实在是太累了。但是这一次以游客的身份参加呢，感觉还是怪怪，有点不太习惯。然后现在的时间呢是11点多，我现在其实可以进场了，因为我买的票是 VIP 的票，比普通票贵10磅，就可以最早进场。但是现在桂林他们还没有到，所以我现在打算在门口等他们一会儿。人超级多，刚才在门口看到。Hello. 为什么迟到？你知道我等了多长时间吗？睡过了。蒋四儿真帅。蒋四儿昨天晚上爬两个小时队进 MOS。昨天晚上蹦迪去了是不是？蹦得爽吗？有小甜心吗？并没有、难受了。我们现在准备进去了，这他妈人好多呀。这货也就是 VIP 吧，让他们等着吧。这货也就是 VIP。 蒋四儿有没有一种贵族的感觉？杀马特贵族啊，就让他们等着吧，有点难受，他们都很难受。假牌哥难受了，他买的是普通票，他回去排队去了。乔五懂得自然懂，难受了。是五四。每次鞋展都看这双鞋，我都非常难受，难受了。这还真是我的码，对，但是就成色感觉不太好。三种没错，你可以看。其实还行，这个是。成色其实仔细看的话还凑合。Sorry, mate. How much is it? $550. $550. Okay, thank you. 有点贵。这个原价在卖啊？对啊，没人要啊。原价99几，老外原价就是就一千块钱呗。老外就那个，原价在卖啊！我操，这能有发展空间吗？这个我觉得这个愿者上钩。遇到了两个热心观众，安排上两个热心观众。Hello， 安排上，好价，这是450嘛？这是 Smith 肯定是的，还一个腰包是吧？太帅，还有个冷帽是他的。哎，这腰包现在多少钱？这是这一季的是吧？200，昨天刚出的。哇，这个原价多少？对，这很帅。这两位观众真的很帅。然后这个得 fit， 这都是这一周新出的这个 Supreme 的皮衣，很帅，很有排面。安排上了。娃娃有收卡吗？没什么大说法吧。懂得自然懂啊。这个也懂得自然懂啊，贾四儿。这个是啥呀？显然我不懂吧，这是一个。这我真的不懂。潮流配件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古驰的吗？显然不是古驰的，就愣套了个古驰的衣服。您见过五十的古驰吗？这个是我大学时期的回忆。这叫什么？白蛇夜光的，是3M 是吧？贼帅，夜光的，3M 加夜光，贼帅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收回你这个回忆的这个机会？算了，我那双都穿烂了，我就不买了。
可以给安排了两位老观众，真的是老观众。这位兄弟他说他已经看了我两年视频了，我现在好像也就刚刚做两年视频而已。感谢支持，非常感谢支持，来握个手，握个手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怎么称呼兄弟？陈先生你好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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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感谢非常感谢，感谢，太有排面了。这双鞋呢是他们自己定制的，然后每一双都不太一样，他们可以根据你的想法去给你画。然后这好像是他们的 Instagram， 如果有兴趣的，我对播叫，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。又收割了，WDW 又收割了，啊，对了，买啥呀？废了，对了吧 ？Fake， 对啊？那你跟我走 ，Fake， 咋看出来的？你自己看，你看看，你自己先摸这衣服，哎，这材啊，这个材质材质必假，假的假的假的，这里还敢卖假呢？我操，这也太假了，你干烟的，走一下，哎，多少钱？等会儿250。给他编，给他看搂一眼假的那个牌，对不了焦。但是你摸起来好像是不是有点偏薄啊？这种材质就铁甲啊。ED 就翻了，没有 ED 这也是。我们在看 RNG 的比赛，能赢吗这把？加油！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，完了完了，卡了。Basement。蒋四儿照相起范儿，真是起范儿，这个大家得学一学。怎么学呢？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啊。首先你的站姿一定不要站得非常直立，一定得是那种垮垮松松垮垮的，脸呢一定是要一副桀骜不驯的表情，你才能照出这种感觉。哎，看了吧看了吧，就这种感觉才能帅，懂我意思吧？达子安排上了，哎，今天很累，我操，今天达子给我安排了双鞋，非常开心，我靠，今天激动的不得了。安 closing 来安排一波，看一下，哎，哇哦，哎 ，madness， 这是你刚到的那双、啊，所以这双在英国也有发售，发售多少双？我看店里大概有50-60双左右，50-60双啊。对，就是，但全欧洲应该只有 Anne Close 这双。有一讲一，还真的很帅。这一面是这个，还是就是帆布皮，这一面呢是麂皮，然后这个蓝色，我觉得特别有样。这颗星看一下，原价是多少钱？这双鞋原价是89磅，89磅，对，底就不是魏巴然的底了，但是颜色真的很好看，我觉得这双真的很像 Neighborhood 和匡威的联名初代。很好看，这个麂皮真的很有质感，拿回家了，今天的收获之一，安排上，感谢达子。但是今天不是在 Crip City 买的啊，不是在 Crip City， 无所谓了，无所谓，一个意思。我跟 UZI 在一起呢，现在。大家好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，没打赢，我操，没打赢，难受了。想安排这个 XL 的50磅 ，Have Nike Day。因为我很喜欢 Shawn Mendes 那双鞋嘛，然后它这个有这个标，很帅，想安排一件，50磅。今天大家都收获满满，这是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一些收获。这个 Fuck 套装，还有这个是那个麦克70磅买来的一条 VV 的牛仔裤，我问他一下啊，麦克能谈一下感受吗？当时这个裤子是不是有故事的？哎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。这个我跟你讲最失败的购物经历吧。我自己几年前在 Dora 买的。嗯，我记得是495还是500磅左右。500磅。500磅左右。买了一条这个裤子。这但是版型不太一样，但是其实差不多。水洗的差不多。买了零一。narrow 吗？对，就是宽腿，01就宽腿。然后没穿两次。没穿两次。后来我发福了，胖了。胖了，然后呢？然后怎么？然后送给您了呀！啊，送给我了啊，送给我了。送给我。然后后来今天呢？今天又买回来一条长得差不多的，来，这条多少钱？这条多少钱？曾经500块钱的，曾经500磅的东西，现在70磅。现在70磅，然后最后60成交。其实我觉得挺帅的。我觉得挺帅的，毕竟 retail 500磅。哎，但是当时你那不是也是36的裤腰？01讲道理比03要宽，你觉得你这能穿吗？要万一穿不了怎么？最近减肥了呀。哎呦，怂了吗？要穿不了，我在这儿呢。哎、又给一条，我操！穿不了，我咧着裤腰穿。我操！朋友们，这双鞋
7000磅，七千磅。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下面。全世界只有十双，你想成为十分之一吗？送手柄，好吧，送个手柄。Charbox 啊，送了一个 Charbox， 送了一个手柄，有点帅。朋友们，这大概就是这一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然后今天我买了一双匡威，他们都在看我。今天我买一双匡威，买了点 T， 然后晚点回去的时候，我看视频时长够不够。如果不够的话，我回去再补一个开箱。啊，再补一个开箱。什么？不是还买了 Tota 吗？啊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个那个 Supreme 那个托特包。然后等我回去，等我回去酒店，我明天吃个饭，回去酒店的时候，咱们来开个简短的开个箱。哎呦，摇滚巨星啊，背上摇滚，还把背带背上是最骚的，我操！哎呀，我操，大叫什么？大风车，大风车啊，背上。不是你把那叉腰插上，你转着转着它。你要给我把音转着，来来来，转着它。我操，转着它，别吧，我操！不是，你是，哎，你别他妈削着手，我操了！你这个风车弧度明显小了。好，可以了，来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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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哈喽各位，那么此时此刻呢，时间已经来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我刚刚吃完饭回来，咱们现在好吧，架起摄像机，坐在这儿，然后咱们来聊一聊我这次 Crip City 都买了什么。首先呢，咱们就是简短一点来说啊，首先呢，我买了一件这个 Have Nike Day 的这么一件 T。有点褶了，因为昨天参加完洗脸之后特别热，我就直接把这个里面的衣服直接换成这件 T 了。50磅，其实有点遗憾的就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并不是很好，因为这个 T 它是跟着1-97，也就是 Sean Weatherspoon 那双鞋一起发的 T。那么它出了很多颜色，但是我觉得灰橙这颜色我只能就是说一般般，但是还是买了50磅，然后。尺码是XL，我穿着感觉还正合适吧，这件 T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个托特包。其实这个托特包我不太敢把它放在视频的太正中央，因为它上面有敏感词汇，所以我就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行了。就这个托特包，这个呢是120磅，而且这个卖家我是认识的，这个卖家是跟我在同一个城市的一个买手店的店员，是一位英国人。然后呢，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，在 Crip City 见到了，然后正好我们还买了他的东西，对对对。然后重头戏啊，其实这双鞋呢，我就不单独录一期视频去聊它了，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过多可聊的。这双鞋呢，还是非常感谢达子帮我从那个伦敦前些日子开了一家旗舰店嘛，就是 M Clothing 的旗舰店，然后呢有发这双 Manis 和匡威的联名，他就帮我带了一双。总结一下吧，其实我看这双鞋我感觉还是不赖的，就是先抛开 Manis 不谈，就这双鞋的配色的话，这一面是麂皮，蓝色的麂皮，这一面是蓝色的帆布面，然后呢前面就是一个 Manis 的这么一个小的 logo， 我觉得还可以吧，因为我很喜欢。如果看过我第二次 Bespoke 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我非常非常喜欢 Manis， 就是 Neighborhood 和匡威的初代联名，也是用这种麂皮，也是用这种蓝色，甚至我还为了这双鞋去做了一双 Bespoke， 也就是说我很喜欢蓝色这种，再加蓝色加麂皮这种材质。那么这一次的 Manis 的联名呢，它的这个麂皮跟
就我手上的这双初代 Neighborhood 的麂皮不太一样，就是这双摸起来更细腻一点，这双稍微糙一点，但是发售价89磅还可以吧，89磅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，所以说你也不要指望它质量有多么多么，就是用料有多么多么高级，对吧？然后鞋底呢也不是 V 底，但是总体来说是一双还挺不错的鞋，所以啊，懂了自然懂了，好吧。然后这一次鞋展呢，收获还是挺多的，也是很，就因为面基很多观众，他们都问了我一句同样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这次没有摆摊儿？因为这次实在是太累了，就是每一次其实去摆摊儿录鞋展视频都非常非常的累，所以这一次呢，还是想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多录点内容给大家看，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不妨点一波关注，然后投个硬币，点个收藏，转发一手，好吧？那么我是死高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